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见证我在工作职场上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。前不久我接了一个社区知名的大楼社区房子要卖，有一天早上我跟同事带客户去看这房子，那带看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社区管理员大哥突然间对我说：哎，赖小姐，你爱加油哦，这几天吼，另外一间中介吼，带很多客户来看这间厝的，这个社区吼，都是隐形高的，因为吼，这是因的地盘。啊，大哥跟你讲哦，今天是迄神明生日，啊，你即马紧去拜拜，啊，买迄寿桃拜拜，拜了拜完以后呢，把迄寿桃来请大哥吃，安尼神明会跟你保庇。当下我微笑的回答大哥说：“大哥，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啦。”咁讲吼，我无肯去拜拜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管理员大哥突然明白过来，笑笑的说：“哦，原来你是阿门的。”离开后，我心里有个感动，我就开始跟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掌权，并帮助女儿来打破管理员大哥所说依靠拜偶像、求业绩、求祝福。主啊，也来打翻转这个社区，过去一直都是那个中介、那家中介成交的。主啊，我依靠的是你。”我开始宣告。主啊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接着呢，下午呢，我又带客户去这个社区看房子。那我事先买好一些水煎包，取代拜拜的寿桃，来请管理员大哥吃。我感谢主，隔天下午带看客户，带看一次，晚上就快速顺利的签约。当我凡事仰望并以祷告交托主，神就垂听，就动工。最后我与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诗篇121篇1到2节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祝福大家。